这不会是周老师住的房间吧？ 对不起啊。 对了，你是叫周雨恒吗？ 嗯，我好像在那个世界见过你。 这个世界你是怎么和林小溪认识的呀？ 我们是大学校友，他写小说，我研究物理，极度感性和理性的思维正好可以结合。嗯，对他的小说和我的研究都有好处。这听起来怎么像是交易？大多数关系不都是交易吗？那我们？我们不是，我们是责任。 不过，你跟这个世界林小溪差异太大，再这样下去会暴露身份的。算了，今天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好，那我今天先不打扰你了。怎么回事？这是哪儿？他是谁？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？